同学啊，昨天我们介绍过佛教是佛陀对一切众生的教育，这是我们学佛必须首先要认识清楚的。明了佛法教学的目标之后，我们对于佛教的经典呢，看法就不一样。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在这个世间呢分量最大的丛书，这世界上所有一切学术包括宗教在内，典籍之丰富没有超过佛教的。那么佛教这么多的经典，它里面到底说的是些什么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学佛的人很多，读经的人也很多，甚至讲经的人也很多。我曾经遇到一位讲经的，是一位在家居士，讲的也很有名气，经常在许多大学学府里面讲解佛经。有一次我遇到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所讲的都是大乘重要的经论，我说整部大藏经究竟讲的是什么，你用一句话回答我。他听了之后也想了很久，答不出来。那么他反过来问我，我告诉他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只说了一个事情。如果用佛教的名词来说呢，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诸法是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相。这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人生是我们的本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啊，那个内容就是讲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那我叫他想一想，我说这个答案你能不能满意？如果不知道佛经讲的是什么，我们对于佛的经典就无法理解。展开经本呢，你会胡思乱想，愈想愈远了，愈想与我们的生活都不相关了，把它想成玄学去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。无论经典的大小，
起身字字句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，然后才晓得欧阳靖吴先生为我们说的这个佛法是经世所必须，这个话我们就会同意了啊，就能够肯定他讲的正确啊。所以经典字字句句与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决定不迷信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入门呢？这个很重要啊！从哪里学起呢？昨天略略地为诸位同修说了一点诸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思啊，这个一定要懂，才知道佛法教学方法的圆满啊，在我们佛门讲的善巧方便，用现代的话就是高度的艺术境界啊，几千年佛教教学就已经走向了艺术化。所有诸佛的名号塑像啊，我们的造像，造的诸佛像，都是代表我们的性德，我们自己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凡是菩萨名号以及他的造像，都是代表修德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怎样的修学，才能够使我们的性德完全显露出来啊，而在生活里面得到受益。这样看来，佛教育确确实实超过世间所有的教育。每一位同修，我想你们自己都有亲身的这个经历感受。我们曾经念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学了许许多多的科目，这个毕业出来之后有几样东西在生活上用得上的。如果学的这些东西用不上啊，诸位想想我们浪费多少时间，糟蹋多少精力，素学非所用啊。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善了，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很好的教育决定不浪费我们一分钟的时间，一秒钟的时间，让我们所学到的时候在生活上马上就用得上，这才叫好教育啊，至善圆满的教育。佛法就能达到这个标准。在中国佛教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我们以四大菩萨做代表，代表我们修学的次第，代表我们修学的境界。
这四位菩萨虽然是有次第，但是次第里头有圆融，这样才真正叫圆满了。次第里头没有圆融，圆融里面没有次第，这也不是最完备的，也不是最善的啊。所以他次第里头有圆融，圆融就没有次第，没有次第里头又有次第，像我们现在上这个高楼一样，高楼有楼梯，楼梯是次第，除了楼梯之外有电梯，电梯就没有次第，同时具足，这个才圆满，我们才安心啊。这个用来比喻佛法了，佛法非常接近这个样子。从次第上说，第一个是地藏菩萨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地藏菩萨下手。此地的净宗学会最近买了一个会所了，有了地了。世俗世间一切法，你没有土地，没有场所，你什么也办不成。自己一个人呢，也要有个小小的家了，也要有一块地方能够落脚啊。地是最重要的。而地藏菩萨他所代表的这个地是心地，藏宝藏。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离不开大地，我们要依靠它生存啊，衣食住行都要两脉大地的物产，大地含藏无尽的宝藏，我们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佛教我们修学，首先要从心地上下功夫，我们的真心本性里面有无尽的智慧，有无量的德能，那就是你心里面的所含藏的。这是自己心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虽然自信有无量的智慧德能，我们今天的智慧德能呢，好像丧失掉了，变成了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而佛给我们说，我们的智慧德能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这个能力丧失了。虽然丧失，佛给我们说并不是真的失掉了，怎么失掉呢？迷失。如果你觉悟了啊，这个智慧的门就又现前了，又恢复了，迷了啊。迷的样子是什么？我们先不要探讨迷的理论，为什么迷的，那个讲起来就很深了。迷的样子是什么？妄想是迷，分别是迷，执着是迷。我们现在真的，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大妄想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
这是迷的样子啊。觉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，那就是觉的样子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真心理念啊，我们人人都有个真心，真心理念呢没有妄念呐、啊、有妄念的这个心啊叫妄心呐、啊、那个心是真心，真心里头有了妄念啊，所以就不叫它做真心，叫它做妄心啊。真心是理念，我们学佛没有别的，恢复真心而已啊，也就是修学第一个目标是把我们心地的宝藏开发出来。佛法不是向外求啊，这个大家千万要记住，佛法向自信当中求求啊，所以佛法是心法啊。在古印度，佛学称为内明啊。印度在古时候把这个学科也很累啊，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啊，它分得简单，分为五大科啊。而佛学哲学这一类的分为内明，这是向内心里面去求的啊，不是向外的。所以佛法是启发自信的教育，恢复本能的教育。地藏经上就是给我们宣说这个法门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心性里面具足大圆满啊。金刚经啊，这个地藏经我相信许多同学念过啊，如果你不懂它的意思，你念金刚经好像念神话小说一样啊。佛的经典从表面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啊，一种呢讲四，地藏经讲四，弥陀经也讲四啊，所以你看起来像看小说一样啊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一样，但是这一种经最难讲，四里头有道理啊，你不能把道理讲明白讲清楚，这些事情谁相信呢？反而这种经典呢难讲。另外一种呢，一种的呢讲理的啊，像《金刚经》讲理啊，《心经》讲理啊，讲理的我们反而好懂啊，很佩服啊。可是理里面是你的，如果不把事实说出来，那这些道理理都落空了，都变成了空理了。这是佛法的这个经论，我们研究讲解都不能不知道的啊。讲事的地方啊，你要懂得理；讲理的地方啊，你要晓得这个理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地藏经一开端，还没有讲到经文的时候，
他先有放光显锐，放这个大光明云，这个就是表示群经教义的一种方法。光明是智慧，大光明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在哪里呢？在我们自己心性之中，在一切经典里面，佛常常用一个云做比喻，比喻这一个事实真相。云，你说它有还是没有？如果说没有，我们看到天空云彩一片一片，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很明了，它有啊。现在我们坐上飞机飞到了上面，有没有呢？没有了。所以云佛用这个词代表啊，这段事情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，非有非无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你说它一定有，错了，你看错了。你说它一定没有，你也看错了。那都叫迷呀。我们今天把这个宇宙人生的一切事项啊，看作真有，这叫坐实，我们看错了。所有一切法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都是非有非无。这是真相啊，所以不可以说它是这个是有，也不能说没有啊。你说没有，这个形象明明存在呀。你说它有啊，它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但是这一句话呢，很不好懂。现代西方科学家懂。他们在现在非常进步的这个物理学里头发现，所有的物质，就像佛法里面讲的，是因缘凑合的一个现象。语言凑合了，这个形象呢存在了；语言离开了，这个形象没有了。科学家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晓得佛给我们讲啊，非有非无啊。这个说法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就能够懂得了。譬如这个毛巾，我们看到这个有啊，明明是有啊，佛给我们讲它非有非无啊，你不能说它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它语言凑合的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抓开啊，一拉的时候一拉圆呢，它是一条线呐、叫线组合在这里成一个毛巾啊。所以你把它拆开成一条线呢，这个金的像没有了。其实不拆的时候，你要看它一条线，哪来的金毛巾呢？一切法皆是如此。那么现在物理学分得很细呀，把这一切物质分为分子，分为原子，分为电子，分为粒子。他从那里去看，一切法非有啊，
可是从整个大的形象上看，一切法非无啊。佛为了要把这个相说清楚、说明白，用云来做比喻，代表一切万法非有非无，才是事实真相。因此，佛教给我们生活的态度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讲了一个大原则、总原则，叫无住生心。无住是什么呢？你不要认真，不要执着，都是假的。你认真执着，你错了啊！所以叫你无住啊，你这个心多自在啊！无住，简单的讲，我们心要清净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说多快乐啊！你的心多清净，这是无住的意思。身心呢，你要一定生一个心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不要为自己啊，为自己那个圈子太小了啊，那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。我活在这个世界为谁呢？为一切众生啊，就是为我的家庭啊，为我的宗族啊，为我的乡里，为我的国家，那个范围都太小了。你一个国家好，邻近的国家不好，你也过不了好日子啊。我的国家好，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好，天下才能太平啊，大家才能够幸福啊。心量要大，眼光要远，佛教我们生这个心。这个身心呢，是从现象上说啊，相有好丑啊，有善恶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啊，有十法界，十法界是相啊，往上面去有佛、有菩萨、有圆觉、有声闻，下面则有六道。六道的相从哪来的？你的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啊。谁是六道十法界的主人啊？自己是的呀，不是外面是不假。这是佛在大乘经常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心想关系太大啊。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宇宙人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相决定谁有，相决定不会消灭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相不会消灭的，但是相会变啊，不会灭是真的，但它是会变。为什么会变呢？因为你有念头就会变，想什么变什么。一想佛就变佛，想菩萨就变菩萨。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种动乱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大家想的是贪嗔痴。都想贪，都想嗔恨，都想愚痴，这个世界就动乱，不堪设想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那么身心就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佛教我们不要生轮回心，不要去生六道心呐。最好的生什么心呢？生成佛的心吧。所以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好啊，念阿弥陀佛将来就成阿弥陀佛，那成别的佛不好吗？别的佛比不上阿弥陀佛，佛都是平等的，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，那为什么阿弥陀佛有特殊呢？
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读到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阿弥陀第一。经上称赞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去做阿弥陀佛了，不做别的佛。做别的佛不是佛中之王，那将来要是见到释迦牟尼佛了，知道阿弥陀佛了，你会怨他了啊！释迦牟尼佛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念阿弥陀佛？你叫我念别的佛，你不够意思，你对不起我。确实是如此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念阿弥陀佛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。这是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在《弥陀经》里面看到的，《弥陀经》六方佛那一段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。阿弥陀佛是佛当中的究竟，是佛当中的大圆满。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啊！我知道一切法里头地属圣的，我不告诉你，告诉你第二第三的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虽然现在你不晓得，总有一天你会明了的，总有一天会见面的，那个见面就难为情了啊！我今天把这个地法门都告诉你，你不接受，到后来你走了很多冤枉路再碰到我，你也没有话说。哎，当初没有听你的，走了那么多冤枉路，我很惭愧啊！那不是我对不起你啊，是你自己忧虑怀疑不能接受，把路走错了啊！啊，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叫大慈大悲，慈悲两个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关怀、爱护啊！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那个关怀、爱护，超过父母，超过亲人呐、啊。他给我们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，最好的不能接受，再给你第二等，啊，再给你第三等。那么这是诸佛菩萨戒引众生、教化众生他的态度方式，必然如此。心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，地藏经上啊只用了十句话来表示，也就是说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为十大类，便于教学啊。每一类里面实在讲都是无量无边啊，像这个无量寿经你们现在所读的经题一开端，佛说大乘无量，那个寿是无量里面的一种作为代表啊。你可以看到无量寿寿命其他都没有了，不是，样样都无量啊，样样无量说不清楚啊。用一个寿命来做代表呢很有意义，寿命在所有一切无量里面的寿命是第一了。比如说你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技术，无量的能力，无量的财富，无量的房地产，你没有寿命你短命，那你所有一切无量都落空了。所以一切无量里头要以寿命为第一，你有无量寿，所有一切无量你都享受到了，你都得受用了。就寿命在一切无量里第一，排顺序排在第一了。
经上用无量寿来做代表啊，绝对不是这一种啊，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啊。这个就是十大类的，样样都是无量。第一个是大圆满总数，后面九种比数啊，这第一句是大圆满。大圆满就是丝毫欠缺都没有啊，就像禅宗啊，唐朝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向他的老师提出报告啊，说明他的心得，他只讲了五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说：“何其自性本来具足。”啊，这句话就没想到我们自己真心本性里头一切具足啊，一样都不欠缺。这句话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大圆满的意思。另外九条啊，这别数啊，都是属于纲领啊。其次是慈悲啊，他这个十句都叫光明云，大圆满光明云，大慈悲光明云，大智慧光明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慈悲是本性里头本来具足。这个不是学来的，天生的。中国古代孟子所说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。啊，看到一个小孩遇到危险的地方，一定会伸手把他拉过来。我不管你认识不认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恻隐之心，天性。啊，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对于一切众生这种慈悲心为什么没有？因为起了个妄想，里面产生了利害得失。一个念头起来，与自己有没有利？有利才干，没有利就不干。他起了这种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把天性失掉了。那么佛法教我们断除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恢复自信。我们本来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平等的爱护啊，一样的关怀啊。诸位想，要是冷静想一想，你说这种人生都没啊？我们常常理想当中真善美，那佛法教给我们确实是真善美。真善美是我们的性德了，我们本来具足的啊，现在这三个都失掉了。大智慧光明明啊，我们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宇宙人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今天我们的智跟能都失掉了啊。这个失刚才讲迷失，不是真的失掉了啊，真的失掉那就不是自性本具的了啊，迷失的啊，虽有你不会用啊，都不起作用啊。破迷开悟之后啊，
那个作用就兴起了，就起作用了。啊，般若光明云。智慧跟般若，有时候一个意思。啊，般若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般若。如果智慧跟般若两个都提出来了，那就不是一个意思。般若讲的是根本智啊，智慧讲的是后的智。根本智跟后得智，这是佛学的名词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一个是智慧之体本体，一个是智慧的作用。智慧的本体，我们叫它做般若；智慧的作用，我们叫它做智慧。啊，所以智慧跟般若两个名词合起来说呢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啊，有体有用啊。那么般若之体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像一棵树一样，没有根本，哪来的枝叶花果呢？般若是智慧的本体，就是智慧的根本。而智慧的作用啊，那就是枝叶花果。现代人极端的聪明，昨天跟诸位说了，在佛不能不承认他觉，觉就是有智慧的，但是佛不承认他做真觉。为什么呢？正觉，他是真有智慧呀，真实的智慧呀。不是正觉了，虽然聪明绝顶，在佛门里面讲呢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没有智慧的根本。当然，他也就没有智慧的枝叶花果，这一定道理吧？那么他所表现的。我们佛法里面讲，世智变聪，它是世间的聪明智慧，啊，不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本性里面的真实智慧，它不是，它没有见性，啊，差别在这个地方，智慧的根本，《般若经》里面。说得好，如果诸位要了解佛49年所说的一些法，你就知道佛法的中心在哪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所讲的，在中国古大德呢，把它分为5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佛讲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是佛在定中讲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的时候，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，定中说的。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，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。谁知道他在这讲经？所以现在的泰国的小城，斯里兰卡的小城呢，不承认大乘佛法，说的是大乘非佛说。他们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讲过大乘佛法，特别是华严经根本就不能接受啊。佛讲，他是在最初27日中所说的，27、14天的。参加这个法会的，
不是普通人的大神大士，他才有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那个境界去听经，别的人没法子啊。你说那个人做梦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进入他那个梦中境界去的？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就参加不了他的法会。所以华严法会是41位法身大士参与这个法会的，这是佛第一部大经。里面内容所讲的是佛所亲证的真实圆满的境界，也就是我们讲宇宙人生真相啊，圆圆满满的全部说出来了，那《华严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说完了，释迦牟尼佛清楚了，这个世间人不能参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，不但不能理解，看都看不到啊，听也听不到啊。这样才从定中起来，除了定起来，到落叶云去度五比丘讲阿含，阿含想成经，从基本的东西讲起，就想想办学校先办小学，但是他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明了华严的境界，究竟圆满的境界，真是美妙的人生啊！他叫我们了解这个，可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懂啊，慢慢培养吧，来办小学。阿含12年了，然后再办方等，方等就好比是中学。方等8年，方等以后啊，就再往上提升呢，般若，好比是大学，这个最长的时间了，22年，最后法华也是8年，总共49年。49年，诸位想想，般若经讲了22年，他不多是一生当中的一半的时间讲般若，这就明了般若是佛法的中心，般若是智慧啊。而在般若经里面，这22年，我们把它总结起来，总归拿起来，般若讲的是什么？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无知就是根本知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《大般若光明云》，无知啊，无知起作用啊，就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就是大智慧光明，不起作用的时候，这个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心要像镜子一样，心要像水一样，你看我们供佛的工具很多啊，最重要的是水。我们家里有个佛堂，那么在现代有些住公寓房子不太方便的话，烧香房子也很低，雾里面的时候污染，别人闻到也很难过，可以不烧香，也可以不点灯，也可以不供这些花，但是最低限度要供一杯水。供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大般若光明云，有这个意思。我们的心
要像水一样干净，那供一杯清水；要像水一样的平等，不起波浪啊！这就是根本质啊，是它表根本质的。那个水不是佛菩萨喝的呀、啊。你说、哦、我供一杯净水啊，敬佛菩萨，那就错了，不是，是给我们自己看。我们看到这杯水，就想到我的心要像水一样干净，要像水一样平等。啊，它代表这个意思的。啊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这是他教学的艺术啊，不必用言语，不必用文字，让你看到这个能够会心，体会在心。关于这些供具啊，到后面他所表的意思，我们还会再给大家报告。所以求智慧到哪里去？先求无知啊！中国古时候跟佛法的教学，许许多多地方啊，真的是不谋而合啊！足见中国古圣先贤真的有高度的智慧。孔子、孟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面，他们教学的理论方法许多地方是相同的，这是我们古人所谓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，虽然没见过面，看法、想法、做法非常接近。古代的教育都是先教根本智，根本智教无知，不像现在的学校现在这个教育可以出人才，不能出圣贤。古时候的教育能出人才，能出圣贤，这个是在教育上、思想上、教育方式上不一样啊！你看中国古时候，诸位要是读《礼记》你看中国的小学，儿童七岁上学这上学呢就跟老师就不跟父母。在那个时代，大概每一个月呢，这是初一十五放假，回家了可以去看看父母，现在我们用西洋的这个历法嘛，用星期天放假了，中国古时候就放假了，大概就是这个初一十五放假，过年放假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。平时学生要跟老师，老师叫什么？叫生活教育，教学生呢洒扫应对，教这些教育教他做事教他怎样奉事奉父母，怎么样跟这个兄弟姐妹相处，所以他是属于生活的教育，从小就培养他，他懂孝悌，那么在学术上面教他什么？就是教他无知，教他读书，读书是只教他读诵，
不讲解意思的。啊，像四书五经这一类的时候，老师叫你念，每一天叫你念一段，叫你背。啊，背熟了，还要背100遍，背200遍。为什么要叫背的遍数这么多呢？你一生都不会忘记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，这个小孩啊，没事叫他做，他也会胡思乱想啊。这胡思乱想是麻烦，是病啊，不是好事情啊，智慧没有了。所以老师用这种方法，叫你背书，背书就不他妄想了，用这个方法把他那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它拔掉，让他心啊得到清净。这个方法叫修，修根本智啊，是般若无知啊，用这种方法来培养他啊。那么从7岁大概到12岁，这是古时候的教育。所有这些要背读的这些书，他通通都背过了，什么意思不懂。他没有妄想啊。古时候的教育，小学到大学当中没有中学。那么13岁呢，就可以读太学了，从前叫太学。不叫做没有中学大学的名字。那个太学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大学。到那个学校念书啊，那就是求智慧，求厚德智，是无所不知。你看前面这一段教育是教你无知啊，后面那个教育无所不知啊。所以上太学，太学里面的老师讲解，你从前所念过的那些书，现在有老师给你讲解。同学们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，做这个工作啊。所以古人呢，读书乐，快乐啊。到太学念书的时候，不要拿书本了，不像现在念书，书包里背着一大堆，看到好可怜呐。那个是好沉重的负担。古时候都太学，不要书本，老师从小都背过的，学生个个都背过的，讲起哪一部书，第几页，第几行，第几个字，每个人都知道，都清楚。他还要书本干什么？所以你说那种研究讨论都快乐，引经据典，随便提到哪里，大家都背得很熟，都知道。不需要现在讲翻参他参考资料啊，找半天还找不到啊。那个其实个教育有它的特色。那么说到一部书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，你就不能不佩服我们中国人有科学的头脑啊。无论是抄袭，无论是刻板来印书，中国的书籍没有标点符号，每一页10行，每一行20个字，它是标准的。无论哪一家，你抄书也好，你印书也好，都是一面10行，一行20个字，所以说第几页第几行你都知道。不管是你哪一家本子，全国统一都一样，不像现在印的书啊，现在印的书，那个行一行多少字，一页多少行，没有一定的，你要不找哪一个版本，哪一年出版的，什么地方出版，你就查不到，从前统一的，所以中国的古书线装书啊，那个行路是统一的，只要是线装书，不管哪一家刻的，都一样。这是科学的头脑啊。所以太学里面老师的这个教书不一定是在教室里，多半是游山玩水
啊，老师一个老师大概十几个学生，学生伺候老师啊，有事弟子扶起老啊，啊，准备些酒菜，有小车啊，推着老师游山玩水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去旅行玩了3个月、4个月回来了，这个课程上完了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啊！啊，他那个旅游不一定是玩呐，里面就是观光考察。啊，讲到哪些地方，圣地带你去看，真的是长学问、长智慧古代那个教育方式，我们在古书里非常羡慕啊！啊，确确实实，这是现代教育啊，不能跟他相比的，他真的是美呀。真快乐成就你的无所不知。啊，所以在太学里面读了几年啊，参加国家的考试啊，那个时候高等考试啊，最高的是国家的考试，考取了叫进士，进士那是学位呀。啊，就是国家的高考及格的时候，这个学位称进士。那么，在一般人差不多拿到举人的学位，举人是次一等，啊，第二等是省考的。啊，省像现在省教育厅主持的这个考试，考取的时候，这个称为举人。啊，国家跟这个主办的这个考试，这个考取呢，成为进士。那个时候叫公民，我们现在叫及格了，考试及格了。政府就可以分发你到地方政府去做县市长啊。所以我们在古籍里面所看到的，有很多不满20岁。他考取了，他也当个县市长啊，也办得有声有色。这现在未满20岁的小孩那个时候他就能做父母官了，不但管行政啊，还管司法呢。在一个地方上，他是最高的法官，审判案子。人家有根本智，有厚德智，不要看他年轻，他确实有智慧，有能力。就是中国古时候的教育，跟佛法的教育，佛法教育也是如此。无论在家出家学佛。5年学戒，这现在没有了。那个5年学戒不是学戒律，5年跟一个老师，专门接受一个老师的教导，这个叫5年学戒。你5年跟一个老师，你走的是一个路，一个方向，你容易成就。佛法的成就，昨天跟诸位说的，清净心。跟一个老师，心容易清净；两个老师，两个说法，听了之后你会怀疑到底哪个讲的对三个老师，三个讲法，你的老师越多就越糟糕了，就越麻烦了。所以中国古时候的这个求学，一个老师。决定不能同时跟两个老师，你走的是一个路子。老师对于学生要负绝对的责任。学生学不成功，是老师教学的失败。
啊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啊，所以老师对于学生要负完全责任。啊，可是学生对老师的时候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个密切的配合才能成就。啊，学生不听话，再好的老师没法子教。啊，所以学生一定要听话，老师要负他一生成败的责任。啊，不像现在老师，现在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的。啊，实在讲的是负不了责任。你认真教的时候，学生要打老师还得了啊？哎，你要惩罚学生的家长去按铃告状啊，这麻烦大了。所以现在做老师很苦啊，不能教学生的，啊，我也当了不少年的老师，啊，深深了解这个环境，没有法子教导。啊，如果我们把古今过去这些教学稍稍明了啊，我们对佛法这个这种方式自然就感到佩服。智慧的后面呢是大三昧光明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。受是享受，正常的享受。正常的享受啊，是真正的快乐啊，自在、幸福、美满。不正常的享受啊，里面有苦有乐啊，有忧有喜啊，叫苦乐忧喜啊，不正常啊。啊，就那里头有烦恼啊。正常享受里头只有乐，没有苦。没有烦恼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佛学的名词，叫三昧，啊，大三昧光明明。那由此可知，佛法里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正常的享受。啊，大吉祥光明明。所谓吉祥，就是所做的一切事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也叫做吉祥。一丝毫没有违背也，啊，不违背清理法，面面俱到，面面圆满。这是心地里本来具足的，啊，大福德光明明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五福啊，啊，五福里面第一个是有财富，啊，我们的物质生活不缺乏，啊，有财富啊。第二个是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啊，富贵贵是有地位，啊，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啊，乃至于到最后寿考啊，寿是长寿啊，考是好死啊。死的时候走得很好啊，走的时候没有痛苦，心地很清楚很明了，不迷惑不颠倒，知道自己到哪里去，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，这个好啊。在五福里面来讲呢，
这一个佛是最大的福报啊，因为你走得很好，你的来生比这一生更好。你们想想看，哪一个聪明的人，头脑清醒的人，愿意去做恶鬼，去做畜生，去下地狱？没有一个人肯干的。凡是到三恶道去的时候，都是迷惑颠倒去的。啊，走的时候糊里糊涂，人事不省，那是最可怕的了。啊，一个人死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纵然不学佛，他不堕三恶道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。啊，人要能走得好走，要积德，要行善，这是真实的果报。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见阿弥陀佛，那是善中之善。最近这个两年当中，我们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见到往生的至少有七个人。啊，往生的瑞相，这些助念的人都看到，啊，走得非常吉祥，这是真正有福。啊，预知时知，啊，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。啊，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。这个事情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人在这个世界很短促啊，这个一定要觉悟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说能住多少年？那你叫大妄想。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你知道你能再过多少天呢？啊，聪明人、警觉性高的人，心里都有准备。啊，这个世间我们在那里住旅馆而已，不是家乡啊，只住几天而已啊。看到一个人身体很健康的，忽然走了。啊，我听说上海玉佛寺的住持真禅法师前两年到过你们这个地方。真禅身体很好啊，明阳法师身体倒不好，看那个病哈哈的，我感觉到他恐怕没有多久。真没想到的时候，你看真禅过世，明阳还好好的，想不到啊。人命无常啊，不要看到身体很健康，说不定两天就走了。啊，不能不提高警觉，认真地念佛了，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，你得的是无量寿啊！啊，求生净土的人给诸位说，他没有死啊，他走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，佛来接我了。我跟佛去了，他哪里是走了，死了，活着走的啊，去了的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丢了，丢下了不要了，活着走的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，啊，不是死了再去的，死了就没法子了，活着去的。啊，那个福报大的，就是身体很好的，功夫不错的。很清楚，他告诉你，佛来接引我了，啊，我跟佛去了，交代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个福报差一点、业障重一点的人，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他，他嘴巴想跟你讲话，已经没有声音了，
你看他嘴唇在动，啊，我们以为哦，他跟着我们念佛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是告诉我们佛来接引了，想跟我们讲，没有声音，那也是真的走的，啊，真正往生的，啊，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，往生是不死啊。我常常讲啊，大乘佛法了，不老不病不死，这真的。这一点都不假，啊，你只要懂得道理论，懂得方法，这是我们决定求得到的，啊，你违背了理论，违背了这个方法，那你就错了啊。这个方法自古以来菩萨大德们都这样说，稀有难逢啊！我们今天能够遇到，非常幸运了。啊，确实稀有难逢。啊，因为遇到了之后要珍惜，要认真努力，决定不能错过。啊，这个是讲的大福德。啊，这个念佛是大福德，大功德功名云，功德跟福德不一样，功是功夫，德是成就。啊，比如说持戒有功，得定，定是德，啊，戒是功，定是德。修定有功，开智慧了，智慧是德。如果持戒不能得定，那个戒不算功，戒没有功，戒算福，啊，那就是福德了。功德里面一定有福，福德里头未必有功，啊，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不可以不知道的，啊，佛门常常讲，哎，劝你们要修功德了，啊，什么是功德了？到外面去捐几个钱，以为就是功德了，错了啊！那哪里是功？有什么功啊？那个没有功啊，那是福。啊，你在这个寺院庵堂做一点慈善事业，那是福报福德，修福不是功，功是功夫啊。我们念佛要念到自己心底清净，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烦恼统统都念掉了，这个念佛有功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是德嘛，你才有德嘛。念佛念得再多，一天到晚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烦恼重重，那个念佛功都没有。功没有算什么？福，他修了福，所以功德跟福德呢要辨别清楚，这个功德呢一定是讲求的清净心，平等心，这是功德，所以功德是向内求的，不是向外的。平常这些布施供养，一般人观念当中的布施供养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大乘《了义经典》里面所讲的布施供养是功德，里面也包含着福德，但是这些呢，
如果要不细讲，你不懂。譬如我们最近呢讲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布施，那个布施不是叫你拿一点钱财到寺院里面的，去布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布施是讲你全部的生活。换一句话说，诸佛菩萨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模范，那就是布施。他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你看，叫你跟他学习。你看那个布施的范围不广不大，那是功德。金刚经的发起跟一般经不一样，跟地藏经不一样。地藏经一发起，前面十种大光明云。金刚经的发起是释迦牟尼佛到十位大臣去破钵，坐衣吃钵，穿衣吃饭呐，穿衣吃饭呢，给我们做个样子啊。做一个什么样子呢？聚而不迷。我们穿衣吃饭，迷而不觉啊。我们穿衣吃饭苦啊，佛菩萨穿衣吃饭乐啊。他在穿衣吃饭里的觉悟，他不迷啊，他表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。我们读金刚经的人很多，有没有看出来？没看出来。为什么没看出来呢？心太粗了，粗心大意呀，没看出来呀。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，赞叹着稀有世尊呢，赞叹了，太稀有了。把这样深、这样圆满的教化，表现在穿衣吃饭上，这个实在是稀有啊！穿衣吃饭，什么叫觉？保持心地清净。是求保持圆满的智慧，这是求。我们穿衣吃饭迷惑了啊，吃饭要讲求色香味啊，这就迷了，起心动念了，起了烦恼了。穿衣服要挑款式，要挑料子，这就是迷惑颠倒啊，就起了烦恼啊。里面什么呢？生活上啊，起了啊，喜怒哀乐爱我欲，动七情五欲生烦恼啊。而佛菩萨穿衣吃饭生活，心地永远清净，一个妄念也不生，这就告明。所以他们过日子随缘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自在啊。我们要固执，要执着，样样都不自在啊。今天戴个金刚钻在啊，很漂亮的，明天说不行，这个钻太小了，还要搞个大，不自在呀。你说你的日子过得多苦啊，死了以后还要搞轮回，更苦啊！这就是不懂得生活啊！佛菩萨表现给我们看啊，你看他怎么工作的，他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他教给我全部都是生活教育啊，自
字句句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，没有一个字跟我们生活是脱节的。你佛法怎么能不学呢？不能不学。这叫功德，这叫布施。清高人家布施是这个意思啊。佛菩萨给我们做模范啊，做样子，做典型。我们做佛的学生，我们应当做那个没有学佛的人的样子啊，我们要做给他看啊。我们要做他的好样子，这才是佛弟子。我们怎么跟佛学呢？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要细细去读。首先要理解它，充分的了解，然后我们要在生活上做到，生活上做到真的自在，真正的幸福，真正快乐无比。刚才说过了，人生很短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，何必自己过得那么辛苦啊，不快快乐乐的过一生。苦乐都在你自己一心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环境给你的，环境影响不了你啊，你自己应该在环境当中做得了主解主宰啊，当得了家了啊。大经上常讲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，凡夫可怜被环境所转啊，受环境的影响啊，这个很苦啊，但是迷惑颠倒啊。觉悟的人，环境不能影响他，自己可以影响环境，自己影响环境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己造命运，自己主宰命运，不是命运主宰我，我主宰命运。这些全都是事实，都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，都在佛法经论之中，经典真的是要细讲。要仔细的听，要认真的学习，不能讲错了，但是现在讲错的人很多啊，那这叫胡造谣言呐、迷惑众生呐、欺骗大众，现在这种事情很多，我们要有慧眼，能够辨别。后面是大皈依光明云，大赞叹光明云，这个讲到末后，这通通都是心得。皈，回头啊，我们从一切错误的地方回过头来，我们要找个依靠，先依靠诸佛菩萨，然后依靠自信，所以依靠诸佛菩萨是暂时的，时间不长，因为我们现在自信还不晓得嘛，先依靠老师，就不认识路啊，我依靠一个认识路的人跟他走，我认识路了，我不靠他了，我就自己走了，我还可以带别人啊，没有认识路的时候，跟一个认识路的人。诸佛菩萨是过来人，认识路先跟他，依他，回头依他，到自己真正理解体会得到受用了，你自自然然赞叹，赞叹就是宣扬八大乘佛法它的好处，它的功德，它的利益，广泛的介绍给一切大众，这叫大赞叹光明云。
像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就是赞叹一切众生自信圆满的功德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只讲到此地，明天我们续讲。